着你呢。我们曾一起许下承诺，一起到永久，然而你是否只在我面前吹过？我不许你再杀人，这些人跟你非亲非故的，我杀他们关你什么事？因为我讨厌你，这个理由足够了吧？好，那我先杀了你。时间了。熊二，
双剑。陈贤，快把灵双剑拿给我。陈贤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快拿给盟主啊。灵双剑，兄啊！住手！剑兄，你怎么了？我是来救你的。别离开我！别离开我！不会的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长风，快阻止任千行！这个人丧心病狂，剑兄就是被他害的。你来得正好，正好赶来当灵霜剑下的第一个亡魂。啊，曹峰！秀儿，爹爹有钱，爹真的是没有本事，是个废人，一个女儿都保护不了，还算什么剑尊？秀儿，爹，这辈子能当您的女儿，我没有白来了。秀儿，你要是下辈子再做我的女儿，我会好好的疼你，爱护你。今生，爹爹欠你的太多了，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你谈过心事。爹，不要那么说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会舍不得离开你的。水兰。我在这儿，剑兄，你怎么样？我马上带你去找大夫。你哪儿都别去，水兰，我好累，我只想躺在你的怀里。你躺在我怀里，你躺着。我现在的样子。会不会很丑啊？
你很美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美的，很美的。我一直想穿着这件衣服听你说一句海誓山盟的话，那我这辈子就没白来。我爱你，我欠你的幸福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还给你，求你不要丢下我好吗？不要丢下我，比永远更幸福的就是跟你在一起，比死更痛苦的就是不能再看到你。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的。答应我，好好替我照顾我爹，听我爹的话，好吗？今天这么高兴和幸福，因为有你在他的身边。我为什么会答应你们的婚事，还有个更大的原因，因为是他太爱你了，这也算是我对熊儿的补偿。我们两个都亏欠了他。水来，为了这个亏欠，答应我一件事情吧。你跟熊儿虽然没成亲，但已经成为我的准女婿了。我只想让你接下铸剑城主的位置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中了赫连巴的分心诈，奇经已碎，马脉俱断，看来我是不行了。
你答应熊儿要听我的话，我只想让你接下城主的位置，好好的保护我的百姓。你有这个能力，如果可以把铸剑城交到你的手里，我就是死也瞑目了。四大剑士听令，在。我把你们从小养到大，你们看在一师一父的份上，遵从我最后一次命令。从今往后，顺来就是你们的新主人，你们服侍他就像服侍我一样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属下遵命。难道你让我死不瞑目吗？不看在我的份上，也得看在熊儿的份上。我答应你。好，我终于后继有人了。这个铸剑城，你就是他的主人，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发落。乖女儿，我多想再跟你说说话，请你叫我一声爹爹。什么武林至尊，凌霜剑，这些全是空的。长风，剑醉已经死了。这个呀，是姻缘牌。在这儿最灵验、最出名的，就是姻缘牌。很多未婚的男女都到这儿来求姻缘。你只要写上你自己心爱的人的名字，把它挂起来，你们就可以生生世世在一起。
水来，你为什么不用真名？在他们面前，我永远都是水来。难道你真的要接管朱建成？这是建修成长的地方，况且我答应了城主要帮他照顾这些人。越是想出江湖，反而入江湖越深。我想这也是你始料未及的吧。江湖，你一定知道贺灵霸那伙人肯定不会放过你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依依，只有我个人的生死就交由上天来决定吧。亚婆，剑雄已经不在了。去找你自己的生活吧。城主，不要叫我城主。老城主的话我们不敢违背，既然我们认定您是城主，心中就再也没有其他字眼可以代替这两个字。啊，对了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来请示城主，这凌霜剑该如何处置？这是不祥之物。啊，怎么了？苍风，难道这才是真的凌霜剑？叩见主公。起来吧。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？主公，剑尊妇女已死，贺连霸一伙人也离开了。剑尊妇女已死，那么现在谁接管剑城？燕藏风。燕藏风，主公，贺连霸等人现在身负重伤，要不要我们去追杀他们，以免后患？不。贺连霸不足为奇。哼，就让他先当两天至尊盟的盟主也无妨。倒是那个任千行，凌霜剑明明是要关玉天或传人血当剑魄才能铸成，为什么关玉天的儿子阿宝不行？倒是那个任千行可以，难道任千行才是关玉天的儿子？主公，要不要我们查一下任千行的来历？这样吧，你们现在把任千行给我抓回来，但是要记住，一定要活的。是是。阿宝，是藏风哥哥对不起你，害你一直受苦受难。藏风哥哥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藏风，你打算怎么安置阿宝？我打算把阿宝带在身边，好好照顾他。不，藏风，你不是说过阿宝跟在你身边只会受苦受难吗？万一贺连霸来找你，那怎么办？我看阿宝年纪这么小，实在不能受如此折磨。不如这样吧，我把阿宝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好让他生活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亚蒲，你愿意照顾阿宝吗？既然如此，
长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长风哥哥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长风哥哥知道。阿宝，等长风哥哥生活稳定一点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。嗯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知道。城主，有什么事情传唤我们？我找各位前来，是有事想请你们帮忙。城主实在不需要对我们客气，老城主说的话我们万万不敢违背的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。那就有劳各位了。这第一件事，我想解散铸剑城的剑奴，一则可以节省铸剑城的开支，二则可以让他们家人团聚，安居乐业。是。第二件事，我希望你们四个能帮我一起管理铸剑城，这是老城主的心血，不要让他荒废。遵命。第三件事，我要离开铸剑城一段日子，去办一些私事，我希望你们好好保护铸剑城。城主不必对我们交代你想做什么，您交代的事属下一定办妥，恭候城主回城。我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兄弟，以后叫我名字就好了。啊，哦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赶快起来，起来。属下不敢乱了尊卑之分，承蒙城主看得起，属下们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。老城主有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人，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。老城主对我们恩重如山，虽然平时对我们管得严了点，但要是没有他，我们四个早就活不到今天了。嗯。几位客官里面请。小二，来壶好茶，顺便有什么吃的，哎，快点端上来。哦哦，好的。义父，你的伤要紧吗？不碍事。盟主，为什么不先安排你养伤，偏要急着赶路？难道怕剑尊追来吗？剑尊死了。义父，你说剑尊，他真的？剑尊中了我一掌十分功力的分心掌，又强行运动，只会加快死亡。是不可能活下来的。原来如此，盟主总算也是除去一个强敌，这一趟不算是白来。错了，慕容华的武功深不可测，要不是他受了伤，我们恐怕无法全身而退。几位客官请慢用。千行，等你拿到凌霜剑的那一刻，你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属下绝无二心，当时是真的想帮盟主杀光所有敌人而已。所有的敌人，包括我在内。属下绝不敢有这种想法。我是一直很想相信你，不过自从你擅自解了金蚕蛊毒，实在让我很不放心呢。其实我是很希望你能将功折罪，表现给我看，让我信任。可惜你太让我失望了，逼我不得不让我再问你一次毒。盟主，什么话都不用说了，金蚕极难饲养，我也没有第二条。不过我从千手毒王手中讨到一样东西，听说威力更胜金蚕蛊毒，这是敕命神仙五毒散，意思是就算神仙服了这个也会乖乖听我的。你又不是神仙，服下之后应该会听我的话了吧。属下对盟主的诚心天日可表，这么难得的宝物用在属下身上真是太浪费了。不，你是我最看重的人才，怎么会是浪费呢？
难道你不敢服下吗？这可是天下最毒的毒药。这药除了千手毒王跟我以外，没有人能解。只要你肯服下，我就会相信你对我的忠诚，我会给你更高的权位，教你更深的武功。你笑什么？赤蜜神仙五毒散也算天下第一毒药。千手毒王这老家伙一向喜欢自吹自擂，哼，专门骗些不懂行的门外汉。我呸，什么天下第一毒啊，亏他想得出来。你认识千手毒王？也不算认识啊，就是他在我师父门前跪过几次，见过几次面罢了。哼，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。哼，总比有些人老大不小了还被别人骗得团团转来得好。不许你对盟主胡说八道。师姐不过是个小女孩，何必跟她一般见识。这位姐姐长得美，心肠也好。另一位姐姐，哼，大大不如喽。你那依你看天下最毒的药是什么？有见血封喉的，有生不如死的。不过天底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毒的毒药，主要看你怎么用了。不过啊，绝对不是你们那瓶什么赤命神仙五毒散。你能证明给我看吗？哼，是够了，就是不够麻。嗯，这样就好吃多了嘛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师父不让我告诉我自己是谁，因为这样以防别人找上门来。那你师父又是谁？我有两个师父。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呀？两个都说。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师父，他不让我告诉我自己是谁，所以我也不可透露他的名字。有一个倒是可以说说的，江湖上人称一毒双修姚元胜。西川老毒物，你是老毒物的徒弟？哼，我师父可不喜欢人家这么叫他，你小心不要被他听到。我们走。滚！哼，滚！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想把任千行带回去一趟。恕难从命，这由不得你。Thank you.
走。我们走。多谢姑娘相救。其实啊，我跟我前师傅比较像呢，我喜欢救人，不喜欢渡人的。不过现在的师傅既不喜欢救人，也不希望我渡人，怕我惹麻烦呢。你师傅也是为你好，现在江湖人心险恶，再强的武功或是再强的毒功都不一定能保住自己。哎，你怎么跟我师姐说同样的话呀？你师姐？对呀，我师姐好喜欢训我的。哎，不过我师姐弹的琴是很好听的，低吟时催人心肠，高亢时惊天动地，简直是人间难得几回闻，此曲只因天上有啊。真有这么好听吗？嗯，当然啦。师妹快走吧，我要走了，有缘再相会。好啊，没想到江湖上的事儿这么好玩。师姐，被你发现啦！哎呀，师姐，你在练功啊？哪像你这个野丫头，只会玩，每次出去玩都忘了回来。武功有什么好玩的？不如师姐教我弹琴吧，我也想弹出这么好听的琴哎。等你心没有这么野的时候吧。师父说这七绝琴，是要心如止水，否则会走火入魔的。心如止水。走火入魔，听起来都不好玩，那我还是野一点好了。怎么了？这七绝琴前六绝我都学成了，可是这第七绝却怎么也弹不好。师姐，师父说你在短期内能练到六绝已经是千古奇才了，你不要灰心啊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。慕容华的先天罡气太强了，这个半路上杀出来的陈咬金根本超出了我意料之外，如今我们跟他结了仇，他绝对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。那我们该如何对付他？千行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七绝琴？七绝琴，我以前曾在关玉天身边听他说过，似乎是个很厉害的宝贝。心意思想忘断情，江湖传说死心门的七绝情，无坚不摧，无所不破。如果我们有了七绝情，或许可以杀了慕容华雪耻报仇。哼，我就不相信先天罡气，天下无敌。盟主，这传言可信吗？天底下真有七绝琴这种武器？嗯，七绝琴的威力，我倒是见识过呀。盟主，既然如此，属下愿意去死心门夺琴，将功折罪。属下也要跟着去。不。此时不宜跟死心门作对，多一个敌人就少一个朋友。千行，你去死心门一趟，说我赫连霸有请死心师太到我至尊门一会。是。切记，你们两个非必要不得动手。
是。没道理，我亲自出手还抓不到你吧？你为什么老是针对我？因为我有话要问你。是谁抓了千行？是慕容华。又是他。师父，我们快召集人马去救千行吧。怎么救啊？慕容华来无影去无踪，天晓得他把千行带到哪儿去了。可是奇怪，他为什么不是针对我而来？而且他如果要杀千行，当场就可以杀了。他抓千行一定是有他的目的。我想目前千行是安全的。那他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不知道，但绝对是针对我们至尊盟来的。传令下去，至尊盟提高警戒，所有防备人员加倍布置，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即通报。是，师父。慕容华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我任千行若吭一声就不算好汉。退下吧。是。是。任千行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背叛关玉天，投靠赫连霸，哼，那个时候你可有这份骨气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背叛我师父。哼，到现在你还认关玉天师父？哼哼，关玉天有你这样的徒弟，恐怕是始料未及的吧。我是身不由己。哼，反正不关你的事。你把我抓到这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爹是谁？你又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只要回答我就行了。哼，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据我所知，你从小到大是你娘抚养长大的，你连你爹的面都没见过，对吧？你娘死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爹是谁？我娘，她从来不提我爹的事。那你娘叫什么名字？你相信我，这件事对你只有好处。慕容华，你不怀好意地把我抓到这里，如今却说对我有好处，你说的话我会相信吗？你问我的身世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到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好，我娘姓赵。错，你娘姓霍。我去过你娘的坟墓。幸福不告而别，回忆吐出怀念变成茧。我们如果更不顾一切，走不走的到永远，孤单漂泊几年，心事无声无息堆成雪。我的季节暂停在三月，细雨绵绵的感觉。遇见了谁，又错过了谁，念旧的人视而不见，有玫瑰。你的心无划破心头，痛到泪滑落，我却始终不曾放开过你给我
识别。